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我们北中省区的省议员曲哲斌 Teresa Ward。我们都知道，现在必须交党新的党领选举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。我也一直在关注各位候选人的表现。本周二，在经过最后一轮的辩论之后，相信大家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答案。新党领的最佳人选是冯怡刚 Kevin Falcon。Kevin Falcon， 他是在2024年省选中唯一一位能够击败 NDP 的党领候选人。Kevin Falcon， 他也是最有资历和经验的党领候选人。他以前历任多个厅的厅长，此政绩有目共睹。在 Kevin Falcon 的任内，批准了和启动了我们 BC 省许多重要的基建项目。其中就包括在我城区的 Canada Line 加拿大天车线。 Kevin Falcon 他不仅有着丰富的执政经验，为了 BC 省未来的发展，他还有许多的改革计划在等待实施。作为新的党领，重新树立 BC 自由党在选民心目中的形象，是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。 Kevin Falcon他已经在行动，他深入到全省各地与党员们交流沟通，他深入到华裔社区和亚裔社区，为了可以更加广泛地听取民意。 Kevin Falcon 他重视平等，鼓励并支持女性在他的竞选团队中担任重要的领导角色。我非常欣赏冯怡刚 Kevin Falcon 对于他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，所以我恳请大家和我一起支持冯怡刚 Kevin Falcon 担任我们 BC 自由党的新党领，同时成为我们 BC 省下一任的省长。最后祝大家虎年新春吉祥，平安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阖家幸福。